车主来找我们升级原装氛围灯，因为原装氛围灯不够满足他。升级氛围灯后更加有氛围感，内饰颜值大大提高，还能营造出浪漫的氛围。晚上和女性朋友出去更加有情调，而且还能让我们在下车的时候可以更加放松。奔驰升级氛围灯有64种颜色和可调节模式，氛围灯还能在夜间起到照明的作用，毕竟晚上驾车的时候车内还是比较暗的。